我们工艺美校是62年创办的，到66年文革的时候停办了，停办了。这个时候呢，72年你知道尼克松访华，访华那个时候上海的什么决定，就是说要把这工艺美校要恢复，因为外国人来了，夫人啊、太太啊都想去买一点筹备面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绣花的衣服啊。他这个领导还觉得，哎，工艺美术还是有一些用处的，啊，尽管搞阶级斗争，工艺美术还是要。那么恢复了，恢复我从中央工艺到上海嘛，工艺上海工艺美校要恢复，就相差一个字嘛，一个北京中央工艺美院，一个上海工艺美校，那么要恢复，那动员我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去？当时我因为身体不好。我也不在乎什么大学啊，有美术系啊，啊，我想我身体不好，我不能负担太重，我想我就是到门房间去看看门，这样，然后以后身体好点，那我再去教教书，就这样。后来定下来以后，是到嘉定，那么离上海有40公里。我也没办法，已经定了。我等于已经是工艺美校的人了。这样我一干就是30年。我是30岁进去的，60岁离开的，整整30年。所以我的档案很简单。教学上面总体上早期不太好放，只有个别人。个别人就是说，就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兴趣，他会业余的时候到我寝室里来玩玩啊、谈谈啊、看看啊，那么我可能会给他看一些少量的这些资料，啊，其实他也自己也能看到一些，总体上说这个资料是比较少的，嗯，但是一个老师的推荐是很重要的，啊，我说那这个话。蛮有意思的，你注意，你研究研究，那个话不太有意思，那么学生会受一些影响。到了后来80年代中期以后，我才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一些抽象画。嗯，但是我的题目呢，我的课程的题目呢，不叫抽象艺术，啊，就叫做。装饰绘画，装饰绘画。那么你可以研究，把那个自然界当中的，比如说风景啊、房屋啊、城市啊，变成一幅比较装饰性的、比较有现代感的一个平面的东西。那么这个当中就是自由度很大的，你要搞抽象画也可以。我这有点就是。挂羊头卖狗肉，你要纯绘画的，成这样三条线也可以的，只要你让我感觉这个颜色啊，这个搭配啊，还算可以，嗯，但是有一些小的稿子，同学们会画10几个稿子，我说，哎，这个135这三张很不错，你把它画出来，画了一半呢，我说，可比如说，哎，这条东西不太好。你稍微改一下，这就是我的，我可以发挥我的长处的地方。73年招来的这早期的一届，很多有才能的学生都在里边，陈真、古文达这两位比较著名的，还他有们都是73年，都七三年，就是那一届第一届，嗯。他们有上过你的课吗？陈真是。我跟他是比较熟的，古文达是白木雕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陈真是象牙雕刻，正好是我在的那个班级，那么他会跟我讨论，他当时素描就画的，就是画石膏像那个素描，就画的比我好，因为他在外面。有老师学，
每个人对这种长期的素描，每个人脑子结构不一样，大概，嗯，他会教我，嗯，李老师啊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？怎么他会讲出一套理论来？嗯，后来我画这些抽象画的时候，他正在画那个叫汽油图，你们知道吗？主要就是我从抽象画转为那个 pop 那个艺术，因为我一本小的书 pop 里面这个安迪沃霍啊什么什么这个各个都有的，我就看看，哎，我觉得这也蛮好玩的。因为抽象画一方面搞了这么久了，其实原是85年搞的，但是抽象画我是80年搞的，搞到差不多搞了8年了，那个时候八年觉得好像时间已经很长了，好像我暂时觉得可能 也不想 再变花样了，可能也变不出来了，就是那时候社会的这个思潮都是想推动那个社会前进，我想我这个圆推动什么呢？ 就大家懒惰好像啊，这个我们中国叫做象牙之塔，躲到一个小房间里和人家没有关系的，我感觉我有点惭愧，所以一看到那个波普呢，我想哎，这个东西都蛮好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。八十年代后期在那个社会思潮的这样的推动下，我从那个抽象改到那个波普，波普画了一些波普的以后，最早我还是到王子卫家里去，看到他拿这个丙烯画画了一张小的老猫头像标准像，很简单的，我想哎，这倒蛮好玩，给我一个触动。嗯，后来呢是后来不知道怎么，反正我家里也有猫的照片，我看到就第一次画了一张天安门城楼上，身上画了一些小画，那是第一张。中国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十二人画展，那在文革的后期，已经不是文革了啊，那个是，对，我觉得还是一个好像一个信号一样的，好像文革结束了，样板戏离开了，还要回到艺术了，我觉得那个展览还是给我一个比较深的印象，就是陈居延，但是里面的画，说实话你要叫我真的喜欢哪一些，这个都很难说啊。现在想想都是还是比较老的式样的，但是当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另外呢，我觉得我这个复旦画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，尽管知道人不一定很多。其实再后来我认为就是最近在上海展览馆的那些商业艺博会，我觉得这个确实倒是让我眼花缭乱，但是正如我刚才讲的那个话，这个评价呢，从艺术上评价不能说是很高，但是从商业上讲，好像它比我们原来看到的确实是高了一个层次。另外我认为真正艺术上很好的，质量又很高的，我没有看到过什么东西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三十年来，现在看来这个面铺得很开，各地的各个画家的这种创造力这种活力，我都感觉和原来好像是史无前例的，但是走向成熟的，标志一个文化和艺术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，我觉得还是没有。
可能我的要求比较高一些。嗯，我觉得没有。这个原因也不在于画家，而在于整体的国家的文化，我觉得没有走上很好的路，还是以消费为主。那个呢，那各式各样的呢，以买卖为主，所以把那个才能呢，多少有些浪费了。